9日，吴尊爸爸曾发微博表示，女儿奈奈每天看《爸爸去哪儿》，并且每个星期都会看《带娃记》5到6遍。当我们还在好奇这是为什么的时候，今日吴尊爸爸现身快本录制，在后台我们就捕捉到了最像奈爸本人了。当问到奈奈是爸爸5疯狂粉丝的问题时，吴尊就表示给奈奈买了芒果 TV 会员呢。当然一定要买啊，对，然后假如没有买就没得看，然后买了就是可以临时礼拜四可以看，礼拜六也可以看，不用等。因为奶奶她非常心急，所以她每一次可能礼拜四礼拜六她都非常忙，就是可以看5、6遍。所以奶奶是只看自己和弟弟的爸爸带娃记吗？对此吴尊也是首度回应了，她都看，她全部都看，其他人的带娃记她也看，就是她已经真的是爱上这个节目了。怪不得大姐姐奈奈对其他小朋友这么了解，原来都是做了功课的呀。